大家好，Zex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叫"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"啊。刚刚有一个粉丝私信我说，这个他现在出了一桩大戏，就是 CDC 它上面这个新闻是吧？我看一看，实在是太好笑了。他这个 CDC 说，as more cases of，就是说，随着这个新冠病毒被确诊的越来越多啊，然后呢，他就是要减小这个新冠病毒产生的影响，于是呢，他把这个公布新冠病毒检测确诊疑似和阴性的这个结果呢，全部交给地方了，全部交给州来做，然后 CDC 国家疾控中心不再公布任何就是检测了多少人，阴性多少，确诊多少。啊！我的天呐，我才刚刚说完，说他这个是，对吧？他现在就是干了这么一波自爆操作。前两天还在说什么中国那个女的，对吧？不是还说这些病毒一定来自武汉？谢谢中国，谢谢中国传染了整个世界。现在看看你们美国是干的什么屁事啊！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道阻成不我欺也，真的是，哎呀！别看你今天叫的欢，明天就叫你拉清单。哎呀，民主自由的灯塔，干的是件什么事儿啊？这是一点屁脸不给你的这些，不给你的这些白左流啊！这是打脸打得啪啪响呀，啪的一下就是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CDC 这么干，意思就很明确，就是。我他妈管我骗不行，你们自己爱怎么写怎么写吧，你们写就今天没确诊就没确诊，你们要写一百个确诊，你们就一百个确诊，你们自己去搞去吧，我不背锅了，好吧？我服了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大家平常都是你看资讯，你肯定是统一起来看好吗？全国疫情什么样，自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。那既然你归地方管了。你普通民众谁他妈有空一天看美国51个州到底每个州多少把它加起来？你既然没这个空，那你就不知道它好还是不好了，对吧？那你就光看哪个州不好，你就觉得好像还可以，也就是100多个人嘛，对吧？你加起来1000个人，那你不知道，你也就100个人，OK，that's all right。然后我该干嘛干嘛。然后那个这个在辅佐以啊，对吧？他当地政客的是什么？大家不用戴口罩，就你该干嘛干嘛，经济不会停滞的。对吧？这就是所谓的愚民政策加鸵鸟政策。这鸵鸟呢，碰到危险的时候喜欢把头埋在沙子里面，以为这个就没事了啊，实际有个屁用啊！对，你该有疫情还是有疫情的呀。然后这样呢，不但愚昧蒙昧了民众，还愚昧了医护人员，他们对这个也没有概念了，对吧？当然我不否认有的别的数据，他会每天把51个州全加起来，但是他们的影响力是没有全国疫情中心大的。就像你地方加起来干这个人，可能就是什么东南卫视，但你这 CCTV 原来是要放全国疫情的，你现在说我不放了，那是不是关注的人就少了？关注的人少了，是不是他这个某种程度上是成功了？那你美国自由开放个屁啊！你的政策有透明性可言吗？透明还是蛮透明的，换了一个方式透明，对吧？你这个蛇皮的乒乓球打的那个擦边球打的是真的牛逼啊！哎，我特别想知道，就是上次发的那个病毒肯定来自武汉那个女的。之后发视频会怎么解释他这个国家的这一波蛇皮操作？好吧，还有现在的这些之前是中共瞒报疫情，民众毫无权利可言，那些什么民视啊，什么绿区啊，他现在是怎么看待他们这个美国野爹啊这波操作的啊？为了抒发我内心的喜悦啊，不是悲痛，悲痛，悲痛。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现在 CDC 对吧？因为中共传播疫情啊，都怪中国人，导致 那导致现在这个 CDC 控制不住，都是中共的锅。对，就是美国人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抚恤民意，对吧？民主有时候也需要变通，哪像中共啊？中共这个时候告诉民众，那不是激化社会矛盾吗？对吧？这美国这么做也是为了民众考虑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。好吧，为了赞扬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，我决定副歌一首，好吧，就贴在后面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学习，对吧？抨击一下社会主义，打天灭中共，天灭中共。
资本主义好啊，资本主义好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，一起来测不了，疾控中心揣着票子逃跑了。美国人民大雪崩，掀起了资本主义伪高潮啊，伪高潮。资本主义好啊，资本主义好，新冠来犯人民把命交，财团口罩戴得牢，普通群众想买也买不到，一折不到就多两三千，绿小象征民众都得成傻帽啊，都得成傻帽。民主自由好啊，民主自由好，社区传染还在撒谎报，不确诊不给药，耶稣基督下来都没法搞，一说就是 in control， 私底下黑金政治钞票继续捞啊，钞票继续捞。民主自由好啊，民主自由好，传播不明也不需戴口罩，试剂盒没做好，两个月来就测了500号，素质干脆他妈不公布，把你们普通民众放在火上烤啊，放在火上烤。只是记得